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20号这个礼拜不记得出这个验证声明，所以记得要出发。唉，其实骗徒呃你的手法都是几样东西，第一就是吓你，由你做了亏心事什么事什么事，这样你只要暗暗自己的良心有没有做亏心事啊。咁第一件事很简单，这么叻你告我啦，哎呀不要跟我讲啦，这样就解决了问题，是吗？第二件事就当然是哄你啊，有一粒糖仔给你派，咁样等你舒间厂。所以记住，如果有意的疑问的话，有人吓你的，你都不知道自己抵不抵吓的，咁你咪打呢个1822咯。有人又俾粒糖你食嘅，啊，咁你又打1822啦。咁点知咁大只蛤乸随家跳咁好死嘅啫？